第一天上班，这就是你的新包呀，很满意吗？还很满意。满意也不错呀，坐下呀。这哦，想多了。鉴于你刚来公司，这几天太累，初步了解一下工作相关的行业知识和公司的实际情况。这么多啊？你忘了？哦，咱们老板多久了？我就还能羡慕他。想什么呢？老板不经常来公司。老板说了，最近你先跟着我学习学习，一切听我指挥。哎，好，来吃吧。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呢，还有人给我们拿过来呢。你好好看啊，下午我来考课呢。考，好的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开诊吧。小沈。哎。一下午的时间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。那就先来一段公司员工的感激感心吧。啊，好的。老板出门要跟从，老板命令要服从，老板错了要盲从。老板说话要记得，老板脸色要晓得，老板脾气要忍得。没想到你今年还跟以前一样。哎呀，夸奖夸奖啊。跟以前一样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哦。对了，你就避在这儿吧。等会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去办，外面有十几张资料，等会儿你整理分类一下。好吧。还有，我有一本笔记本，你等会儿帮我找一下。笔记本。什么样子的笔记本？什么样的笔记本？一本紫色的紫色的备忘录。这没有，这没有。这个是紫色的。